史镜往上抬，三四位工程师傅合力撑起木板，上头还得有人帮忙接应。新大楼玻璃帷幕全得用木板团团包围，除了一般木片之外，四周加上边框支撑。因为玛利亚强风，恐怕会让北部民众很有感，怕异物撞破玻璃。然后风打进去，它会从屋顶掀开，两三百片跑不掉。过去台风来，免不了玻璃碎满地。这回气象局警报单特别警示，玛利亚强风感受明显，尤其是在入夜后靠近台湾。基隆北海岸强阵风14级，从11号凌晨开始算，北北基部分最大阵风大概落在9到12级，桃园9到11级，新竹县市8到10级左右，而东北部地区的宜兰也有9到11级的阵风，特别是沿海地区风力会更强。尽管风比雨强，但台风瞬间强降雨千万别轻忽。10号星期二下午2点开始统计，到星期三下午24小时内，新北及桃园平地雨量150到300毫米，而基隆、台北、新竹县以及苗栗平地也有150到250毫米左右。但在山区部分，新北、桃园、新竹县、苗栗地区可能降下200到400毫米，已经达到大豪雨等级。尽管白天降雨不明显，但下午开始间歇雨增强，得小心防台。三立新闻刚才曾家轩太不好。